听说阿妹要结婚，那是真的吗？我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吗？不好意思，因为 我很少在看电视。张惠妹传喜讯，要加调酒师，青妹沙哑魔性笑声回应了。我们约好演唱会见的时候一起。好久不见的沙哑张惠春重回观众视野，笑起来春风满面，莫非是有喜事了？你不是想问那个沙哑有没有交往过？我吗？很多人追啊。暧昧对象吗？确认关系。交往多久啊？有半年吗？感觉再长一点。嗯，一年吗？三年久了，三年久了。不会给彼此感情上见，或者聊这种姐妹心事。感情就还好，不会去特别去聊。就是要往可能结婚那个方向。我已经结过一次 ，OK 了。他刚有分享他的另外一半，另外一只手，是姐妹连心吗？最近怎么听说阿妹也有喜事？阿妹和调酒师男友 Sam 爱情长跑12年，日前传出两人要结婚了。青妹妹应该知道内情吧？听说阿妹要结婚，那是真的吗？我没听说。最近还有跟姐联络吗？有啊。昨天中秋节的时候。所以你们都各自洗板回去。就是一家团圆，对啊，有时间的。男方家长想抱孙的这个新闻，他有没有跟你们说？我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吗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很少在看电视。我都是比较关心小朋友啊，然后接下来的。未来还会想发片吗？或者是发片是不会，但是。我是有很想出就是单曲，有计划了吗？有在想，现在状态很好，感情事业都得意，都很棒，都很棒。